老板娘要吓坏了，就那个疼就老疼的，还梆硬硬，你看看连的麻牙都没有了。不要这样讲自己，你已经很棒了。照顾好自己，还得哎呦，还很棒的，没牙的，姐，我跟你说，不是说这样讲的，干嘛？现在就不要形象了，一点形象都没有了。坚持生孩子了就行了，坚持生孩子就行了。现在连着牙都没，你看，一下午到现在还没吃饭呢，到现在干嘛？吃不下去，没有胃口，吃不下去了。不说像之前似的，哎呦，不吃一会儿就饿了，没有那种感觉了。现在不吃就干嘛你也不饿了，也不饿，也不怎么回事，你说也感觉不出饿来了。就是这后脊梁哈，这就尾巴根子这里老疼的，就这么着就得搓，就得这么揉。而且那胳膊麻的就没法，你说哎怎么这样？俺也不知道俺为嘛这样。你看现在一坐，你看嘛姿势，就是这么着。你看这像个女的不都？你看像个女的吗？就这么着，这个像那种累的慌似的，还累的慌了，还老累的慌了，就这种。而且干嘛呢？光大喘气，就是像那有那种心慌，像那有嘛事儿似的，你知道吧？就炸着。你说像上这些像男的也没有嘛事儿，也没有就说挺害怕的事儿，或者是有嘛顾虑的事儿啊，没有，就是有这种现这种状态，就是害怕。睡觉吧也不行，睡觉你要是说我对象要是说不冒着我，或者是不这么蹭着我，不那么哈。给谁没回过音似，给谁没回过音似的，你看了吧？这一个姐姐就这么说了，你要这么说似的，我就练矫情练的嘛的，这个都没完，都怀个孕是女的都怀个孕，但是真不一样啊，姐姐，真不一样啊！你要这么一说，我要说去给你辩解去吧，你就像人说的是女的怎么怀个孕吧，怎么嘛的，姐姐我跟你说，真不一样，爱自己真不一样。怎么回个孕啊？我现在这一泡就三泡了，我还怀两个嘞，不一样啊！我没说嘛，你看不见吧？要说这个忍着不就行了吗？咱不就忍着吗？不忍着你麻烦，这不就在这忍着了吗？不忍着麻烦，这不就在这忍着了？还想咋忍啊？还想咋忍呢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就是这个爱自己，你可能挺坚强的，我就够坚强的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感觉够坚强的。难受你不得生吗？对呀，难受咱得生，没办法。可是就像你说似的，咱可以就像你说似的，在这里给你们说一下，分享一下，你们也这样吗？对不对？一个人一个体质，一个人的嘛不一样。你这么一说，我更就像你说不挨着，你老公现在还守望你们守，时来运转他守，爱自己。我这个是第三泡了，我以上我泡了两个了，我这个就是第三个了。你要说我个人哈也老纳闷，我为嘛会变成这样？我为嘛就说怀这个的时候怎么就这咋着？媳妇儿，你就看我那体格子来说，你就看我那性格来说，我不是那种娇滴滴的那种性格，我不是那种还是能忍的是吧？我不是那种娇滴滴的性格，我不是那种就说那就别说了，我比你还难受呢。我从来没给谁说过，哎呦，你挺坚强的，你人挺坚强的。我做就说在这里上去说给你，我现在要不直播哈，我敢在这躺着就是一翻身，哎呦，耻骨疼的没法的。咱直播就是说在这么说一下，怎么的，让你这么一说，真的我不说了。再一，照你这么一说，就像我跟你比起来，就像你说似的，我就太矫情了，我矫情的就没法，你不说出去。你不说出去也是难受，对，不说出去也是难受。咱就说在这里给你们拉拉嗑，现在真是多么忙。咱们你们都知道，四妹儿就像你说，一直吐到声吃不下去东西，是吧？你真挺坚强的，我也是，是吧？咱们我跟你说哈，我并不是说
其实你看，我录个段子，我不是说矫情的嘛，我搁起那一阵哈，一万七都这样，是吧？其实真的都这样，都这样，也有了也不这样。就像你说是俺生俺那俩的，俺的时候，姐妹，你们知道俺妈情况吗？这个儿子，但是我前两个一点都不这样。我前两个我不是说那嘛的姐妹，我就从怀孕到生，我就有几个 B 超单子，我还妈都没查，包括我老二也是，就有几个 B 超单子，我还妈没单不干，我还妈没单不干。谁知道就是这个哈，一不行，绝对就是让我说不会让我对象干的，就是干嘛上来那一顿，上来那一阵教训，那这个大胯，哎，就像那拔出劲儿似的，抽筋儿似的，然后那一巴给他上来那一阵哈，想哭死的那伙食都有，你知道吧？你还有老头照顾，我这个不但没有老头在身边，还得管孩子是吧？前两个你年龄小，对吧？真的就跟非年龄有关的，姐姐不是俺矫情，姐不是说真是四个女的还不生孩子嘛，对不对？四个女的就像你说的，四个女的她自己都生孩子，但是真不一样。就是姐，你就说你看着我现在这么矫情，你觉着我矫情我嘛的？我觉着我还真不矫情，我还真有的说比起人那种老娇滴滴滴，像你说的躺在那个炕上，就像你说躺在那个床上不下来，吃也待在床上，是妈也都待在那床上。我就比起那伙人来，我还真够坚强，真够妈的。姐，你知道俺这个耻骨疼，俺多么疼吗？俺老疼了，跟你说，疼到怀疑人生，你知道吗？咋叫怀疑人生？你起来以后上个厕所，你蹲下，哎，蹲的那个小盆儿上哈，你都不想起来的。但是你不起来光那么撤住行吧？但是你蹲下去，你就不想起来的，你知道吧？俺现在俺就是这种的，但。谁不吃骨疼啊？我娘让你们这么一说，我娘完了，我真完了，我还是一个老教训的人。你生那两个孩子不也是这么遭罪吗？没有，我生那两个孩子都一点罪都不遭，就是说跑遭罪了。师妹几个月了，八个月，还有20来天，咱们你们给师妹点点小心行吧？给师妹点点小心，真不这么矫情，俺侧身都动不了，动不了啊，动不了啊！你看不见刚才那嘛起来的时候吗？一起来就上，长点也不咋抻着了，是这边不是这边，就是在这个同一个位置上，长点也不咋抻着了。哎呦，疼的我呀！刚才疼的我长点梆硬硬，吓得俺对象没法的说，走，咱去看看去吧。长点都梆硬的。哎，等一会儿哈，这根筋像管俺来似的，行了，这不行了。你看俺有点宽，俺也怕你们担心俺，寻思俺不直播咱不一样，又站住了又那着哈，应该就给你们直播唠一会儿，你知道吧？真是一个孩子一个样。姐妹，你们给师妹点点小心行吗？给师妹点点小心，师妹感谢你们，动动你们发财小手，给师妹点两下小心，是吧？真是一个孩子一个样，我生老大时一会儿就缓过来了，精力旺盛，感觉生老二就半天没缓过来，是不是？生孩子还得趁早，年龄大了体质跟不上，对，不是生了，还没有了。姐姐，我跟你说，那个谁，自己爱自己，不是师妹矫情。我生我那俩的时候哈，就像你说的哈，精神都旺足。我怀这个的时候哈。我大肚子的时候哈，我整天就像你说的，我早上哈不吃饭都行，我早上也不说按时八九吃饭，也不吃这个，也不吃那个，也不说挑食，也不说嘛的，我吃嘛都行，我一点都不嘛，就是干嘛，从肚子大起来以后不行了，从肚子大起来以后，我娘是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这就是从你看吧，我拍院子哈，就是从前两天，从这个娘一烧心一堵心的慌，哎呦，就完了，早晨必须吃饭是吧？我都有时候都不吃饭。姐妹，你们能给师妹点点小心吗？能给师妹点点小心吗？我早晨有时候都不吃，我都遭这样，你知道吧？我嘛都没耽误，就是到这后期了。我操他娘的，我都跟人骂跟人，你知道吧？我叫起来那一阵儿哈，我都跟人就说，我光骂糊涂姐，你知道吧？干嘛？你怎么这么难受呢？哼，不能就像你说的干的，俺想就说干人多么坚强就多么坚强，俺不想还要喇叭的，你知道吧？俺不想赖用那个嘴那个骂，你知道不？姐妹，谁知道呢？你说。你说谁知道，怎么就这么难？那这个姐妹，你们能不能给师妹点点小心，把红心给师妹往上点一点，行不行？把红心给师妹往上点一点，姐妹哈，每个人不一样，真不一样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姐，别说麻烦你哈，别说那种就说谁没生过孩子，或者是四个女，说实话，四个女都生过孩子，没有那嘛的，还有嘛的。姐姐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说矫情不矫情了，人家。我跟你说，那个谁爱自己，我不知道你还在直播间哈，今年多大了？35，你姑娘住校吗？一帆风顺，我姑娘住校。姐妹，你们给我点，我不是说反驳哈，人有那命好的，人找着那好爷们儿，就像你说是一天天的人家，
那还有二胎，别不是反过，不是二胎了，是四胎了。人那命，那女的命好的，我不说嘛，人那命好的，人就像你说是，人从怀孕到生，人就像那人比那娘娘还娘娘，人比那公主还公主，人比那皇后还皇后。不是说别说这个干嘛呢？就看你命好不好了。你个人就像你说的，你从怀孕到生，就像你说的，你这么干也那么干，干嘛？你命不好，没人管你。对不对？你想矫情都没人管你，对，你说我说对不对？你想矫情都没人管你，你不矫情，你矫情行吗？对不对？你怀的这是三胎吧？三胎的姐姐，对不对？姐妹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我要不就说都在干人的命了。你要是说干好命好，找个好婆婆，找个你别说那个嘛了。你要说待嫁的话，你婆婆要是说家庭挺好那嘛的，人家你甭你嘛都甭干。伺候的你，就像就说明明白白的。你要说没那个命，你不你敢不你敢你敢矫情的，你矫情给谁看啊？谁管你呀、啊？对不对？哪个女人都想有点这事说实话，哪个女的就像你说的不想当老公那手中的那包啊？哪个女的不想就像你说让老公就像你说的，从怀孕到现在，姐姐我跟你说哈，你说我矫情，其实我。你再生还受罪呀？是不是？再生还是那没办法，干嘛？这个要是个姑娘，是姐姐，咱像你说的，还真得要。姐妹，其实你说师妹说的对不对？我不是说是咱在这上纲上线替别人的，女的就是一个命好，一个命不好的。你命不好，就像你说似的，你怎么着？就像你说的，你咋矫情？你矫情给谁看啊？我没说嘛，你命不好，你睡觉，你死了，人家认为你还在睡觉嘞。你命好。你睡觉，人认为还上你那鼻子尖儿去问问你怎么样，这半天没动静儿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不要说就是你矫情不矫情，矫情你得有那个资本矫情，你得有人管你矫情，没人管你，你敢在这躺着哈？就像你说似的，没人管你，你敢躺着哈？你矫情的，你矫情给谁看看？你矫情给天看？你谁管你啊？对不对？就像你说你在这你躺着矫情，你哭死，没人在你身边，你矫情的，谁管你啊？没人管你。对不对？你怀的是男孩，不是男孩。要是男孩在这不说，就不想要，不要了嘛。不是男孩，姐查了查了。你说我说对不对？这人谁不想？这个女的姐妹，我就想问问你，姐妹，咱这个女的就像你说，咱再女汉子，咱再强势，咱是不是也有温柔的一面？咱是不是也想就像你说让老公，像你说的有那种就像这有小鸟依人的时候，咱是不是也有啊？咱是不是也想让干了爷们像你说的挺在乎咱的，挺关心咱的，挺照顾咱的，对不对？谁哪个女的不想当手中包啊？谁还想当个女汉子嘛？谁还就像你说似的怀着个孕，你该出去干这个，出去那个干那个的？